我们这周唱的是从小非常熟悉的一部动漫的主题曲，叫《好想大声说爱你》。我是比较喜欢球类运动，但是尤其对篮球是特别喜欢，所以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就想去球场打一打。灌篮高手就觉得当时的里面的流川枫很帅啊，男孩都希望能自己变成流川枫那样帅气。其实我最喜欢流川枫。如果是他们仨跟我比，还是我比较有资格穿流川枫的衣服。其实唱歌跟打篮球是一样的，当我们每个人在 solo 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进攻的过程。我们防守最强的方式就是有很扎实的音乐剧和美声的功底，然后当我们四个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我们团队互相合作的过程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哎呀妈，这动作没帅起来。哎，哇，好球！其实对于我们四人来说，赢与不赢倒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去为了我们想要的目标去奋斗。